La Seraphim 每次发行歌曲都会配上超高难度的舞蹈，加上成员们都拥有完美身材，而被粉丝们称为健身女团。在今年的年末颁奖典礼上，更是多次带来了令人眼前一亮的 Dance Break 舞台，在 MMA 以及 MAMA 的精彩舞台还引起了韩网热议呢。在近日，官方公开了 La Seraphim 年末舞台的练习室影片。当时在 MMA 表演时，因运镜问题而导致粉丝们没能看清舞台。在练习室版本中，终于能看到女孩们在舞蹈中的各种细节，尤其是小樱花的九头蛇舞蹈更是相当惊艳。而在 MAMA 舞台的练习室影片中，彩媛站在 C 位时展现出了超强气场以及舞蹈实力，配上完美的表情管理，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呢。La Seraphim 在每个舞台中都精心设计出各种不同的细节，期待之后能看到女孩们在年末舞台上带来更多的惊喜吧。